Hello, peopl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So I am here today to teach you guys a method that I have been using in order to hone my English listening skills. I genuinely believe that listening is key to being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native speaker because only after you'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he or she is saying will you be able to interact, you know, give a response.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save, comment just in case you lose track.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just jump right into it. You wanna get like me, and some things for me.练听力，首先我们该用什么材料去练呢？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叫做51VOA， 只要输入 51VOA.com 就可以找到了。 VOA 呢是 Voice of America， 它是美国的一个无线广播电台，是由美国的主播用一些比较通俗简单的词汇去播报新闻的这么一个平台。在 51VOA 这个网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听力材料可以供大家去做练习。我在这里呢推荐大家可以用电脑去登录这个网站，因为只有电脑登录我们才可以把这个音频下载下来，后期去调节速度呢就会更加方便一些。这里呢我会分步骤仔细的给大家讲解该怎么去操作啊。在听听力之前呢，我们要到 51voa.com 上面去下载下来一个音频，在 51voa 上任意选择一个音频，点击下载，跳转到黑色界面之后，右键下载音频为保存音频。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电脑上面已经有的第三方的播放软件去播放它。我自己选的呢是 QQ 音乐，它是可以调节速度的，从 0.5 到 1.5 倍速都可以。下载完音频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练习听力啦。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小学初中的时候做的听写啊，但是不是听写一个单词，而是听写一整篇文章。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1分钟左右这个长度就可以了，因为太长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思维也会跟不上。正式开始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元素听一遍这个听力材料。那我选择的是东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大家可以听一下。Grace Luzak had left competitive rowing and taken a job. But a move toward gender equity at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brought her back into the boat.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把它全部记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速度很快，那你只需要把重点关注在两个点上就可以了，只需要把每个句子的主语以及动词听出来就 OK。 这个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以后自己去造句啊，因为英文和中文的这个造句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中文就特别喜欢用人做主语，我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英文里面很多时候是习惯用不同的方式去找主语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doing 啊，或者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名词啊，或者形式主语去做主语。第一遍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特别留心它的主语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个主语它相应的跟的这个动词是什么。这个呢就是我第一遍听的，其实你看到我只记下来大概有六个句子，每一个句子的主语是谁以及它后面对应的动词是什么。第二遍我们要把速度调节到 0.5 倍速甚至是更慢，跟着听写出来他所讲的东西，以慢速的形式播放的时候呢，我们最最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记下主语和动词。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没听到的地方我一定要去划出横线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标记为2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第二遍时候以 0.5 倍速听写出来的内容。那你可以看到我不会的地方或者没有听清楚没来得及写的地方，我就用一些横线把它标识出来了，比较短的我就用比较短的，长的句子我就用长的横线。第三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你实在来不及写有些单词，你可以用一些小的符号去表示，比如说我在听写这篇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里面就提到有个单词是 number， 然后写 number 的时候我有点来不及，我就直接画了一个井号键。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 people 这个单词如果你来不及写你可以去画个小人。除了用符号之外，如果遇到了一些专有的名词或者是地方，我们也可以缩写的形式来提高
高速度。我之前听了一篇河南的文章，我的河南就是 HN， 然后郑州就是 ZZ， 可以用这样的小办法去标记出来自己铁定知道的单词，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第二遍听的情况调节速度之后呢，再来听第三遍。像我因为第二遍其实已经大致全部都听出来了，所以我第三遍呢就把速度调快，把我这些空格的地方没来得及写的用换一个颜色的笔呀、写上去。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三遍的速度可能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第二遍的速度我刚才是完全跟不上，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再把速度调慢一点。我们的目标就是不管你听多少遍，最后都基本上能够全部写出来，听不出来的我都有对应的横线去给到它这个空位，我觉得就 OK 了。当然如果你只在某个单词或者某个表达上面实在纠结听不出来，你就可以回到相应的那个位置去反复播放这个单词，然后根据你自己听到的这个单词的读音去拼写出来你觉得可能对的一个拼写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这个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Grace Luzak， 我不知道怎么拼，所以我就大致拼一个感觉出来就可以了。反复听遍听力材料，直到我们基本上对自己写下来的东西已经有一些信心了，不会的单词都有特殊的位置给到它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调回原速再去对一遍。像我就会把我刚才没有听到的复述给它补齐，听写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回到 51voa.com 去对比它的原文，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用一支红色的笔把对照原文之后自己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拼错的单词全部都标记在下面。其实没有听出来的单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单词你自己念的时候就念错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听辨出来这个单词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单词真的就是完全不认识。有了这一篇对过的原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精读，用黄色的高光笔把我觉得比较好的表达或者不认识的表达标记出来，然后去学习一下。比如说这篇文章里面呢提到一个单词叫 competitive rowing， row 这个单词呢它是划船的意思，但如果你把这个 competitive 加在这个 rowing 之前呢，我们就不是那种惬意的去小河上面划船的意思了。 competitive 的词根是 competition， compete 它是竞争的意思，所以当你把这个 rowing 前面加上 competitive 之后啊，这个单词的意思就变成了竞技赛艇的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如果我在前面加了 competitive，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变成了竞技式的这个比赛。还有就是下面这个叫 gender equity， gender 是性别， equity 的意思呢是平等，所以 gender equity 是一个固定的表达，就是男女平等。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单词就是这个 additional， additional 这个词呢你看它前面是 add， 所以它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加，添加，所以当它变成 additional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外加的，添加的，所以 additional spots 的意思是另外新添的一些位置。那做完精读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添加一步来巩固我们的这个听力练习。首先就是在你精读完整篇文章之后，理解了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表达之后，把听力拉到 1.5 倍速来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在这个非常快的语速下面听辨出每一个单词，理解每一个单词。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去听到的，不管是英文材料也好还是和外国人的交流也好，他们的语速都是非常快的。除了这个调节速度去练反应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反复播放这一段一分钟的英文材料，让自己能够对这里面的表达、单词、读音去加深记忆。整一套练习下来，其实对我们英语的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打磨，不管是听辨、拼写、理解，还是我们的口语表达，其实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去练习。 OK, so that is it for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